就坐着飞起来好像对我来讲没有很难。可能真的是因为就从小都会有一些需要这样的拍摄，而且跟小时候也有演戏的经历有关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要将甜蜜进行到底。大家也知道，这种甜美的感觉可能是我的特色，所以有一个甜蜜空降，因为我觉得直升机还是比较大人的感觉，然后可是又变成粉红色，我也是粉红色，就有一种冲突感。浸泡甜蜜的话，我是觉得那时候看到 reference 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拍起来一定会很漂亮。不是，我只是单纯觉得想让大家看到又漂亮又甜蜜的王心凌，把所有最漂亮的、最甜美的元素把它放在一起。就坐着飞起来，好像对我来讲没有很难。可能真的是因为就从小都会有一些需要这样的拍摄，而且跟小时候也有演戏的经历有关，我觉得，所以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。怎么样让他做的体态好像是飞起来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跟核心有很大的关系。你知道双脚要离地，只有屁股一个点支撑在椅子上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核心就很重要。所以要怎么拍好这照片，就是要运动，要训练自己的核心，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。当然，因为演唱会的主题还是一样，我们是 Sugar High， 只是它变成 2.0， 所以这个主题不会变，主轴不会变，但的确想要让各个环节能够更升级，不管是在视觉方面啊，这次也是准备砸重金，要重新做一些演唱会的视觉，包含舞台也会做一些升级。那还有很多细节，其实我们每周也都不断的在开会，不断的在脑力激荡，这是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拍了两款这个主视觉的海报，希望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很喜欢，觉得心情很好，充满了梦幻的爱的泡泡的感觉。